方向设置，同时按下显示面板按键，速度与音量。用户设置，三秒后进入用户设置，此时按下加，切换至系统设置。系统设置，此时按下遥控，切换设置选项。方向设置，菜单三，方向设置，此时按下加减，调整电机行驶方向，00电机导转，01电机正转，推荐参数3-1。设置完成后，再同时按下速度与音量，退出设置界面。